我两敲出喇叭，快点难受的老公可以送一本了。
你条件的送本书，一本、三本、五本，小火腿三本，也可以送长表情，一本、三本、五本，这样都哥哥都送了。想送的呢，我给你送一本。订阅不要停呀，老公，想送就送一本，背包里的火粮不要忘记了。好，背包里的火粮我都要。书99，我们家很多哥哥都送，可以看一下我们家珠宝。舒服的老公或者难受的老公可以支持一下。啊，受不了。说不了，宝贝啊。
老公子点一下我的订阅。
想象着上一班，男人要对自己好一点，总委屈自己怎么都行。送了哥哥送一下充值的哥哥，记得去淘宝搜虎牙充值，或者微信搜索虎牙支付中心。点了订阅的哥哥记得扣个一，好，把虎牙送一送，我们增加一下弹幕活跃性啊，我们加弹幕活跃度增加一下。关注一下微博可爱的买卖啊，最近微博会更新海思三个虎娘上贵宾席，大家把贵宾席送一下哦。老公老公拜托了，
在干嘛？东西，你给我提鞋都不配呢。
包里面的货量全部都给我。包里面的货量真的交出呢，老公，老公，背包里面的货量全部都给我。
你家还没有猛男老公，所以不能走。要发是我活妈妈晚上我们餐都刚刚都送了。
家老板送你们。难受的老公可以送一本了。条件的送本书，一本、三本、五本，小火腿三本，也可以送长票签，一本、三本。
天要不要停呀、啊，老公？想送就送吧，背包里的火粮不要忘记了。好，背包里的火粮我都要。说999，我们家很多哥哥都送，可以看一下我们家珠宝。先将救护的老公记得点一下我的订阅，
说的老公可以支持一下。有点订阅的老公想点我的订阅。想象再上一本，男人要对自己好一点，总委屈自己怎么都行。
帮里面的火燎叫出来哦。送了哥哥，送一下充值的哥哥，记得去淘宝搜虎牙充值，或者微信搜索虎牙支付中心。点了订阅的哥哥记得扣个一，好，把虎牙送一送，我们增加一下弹幕活跃性啊，我们加弹幕活跃度增加一下。那关注一下微博可爱的买卖啊，最近微博会更新汉斯，三个火娘上贵宾席，大家把贵宾席送一下哦。老公老公拜托了，
是那个客厅的关注我。包里面的红娘真的交出呢，老公，老公，背包里面的红娘全部都给我，家还没有猛男老公送一本的，发热魂。
三个胡聊可以上贵宾席啊，叫叫叫哟，快把背包里面的公粮叫出来吧，快点哦。瘦的老公可以送一本了。
条件的送本书，一本、三本、五本，小货得三本，也可以送长票签，一本、三本、五本，这样都哥哥都送了。想送的呢，我给你送一本。订阅不要停呀，老公，想送就送一本，背包里的虎粮不要忘记了。好，背包里的虎粮我都要。送99，我们家很多哥哥都送，可以看一下我们家的周榜。舒服的老公或者难受的老公可以支持一下。啊，受不了。说不了，宝贝啊。
小声讲着我的老公字，点一下我的订阅。
没有点订阅的老公就点下我的订阅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慢一点的感觉吗？就是我快一点的感觉吗？到现在要快一点背包里面的
谢小虎牙的魔法书，老板楼上有请，看小虎的私信。我们家还有想送魔法书送给冒险宇宙的印度。我们家看小虎的私信回复我。想送魔法书的老公可以送一本魔法书。点了订阅的老公送三五两，订阅的老公送三个火粮，老公，
来说，像我大学的哥哥进的看一下，进的点我的订阅哦。去看外面的小烧烧，我不允许啊！我不允许。十级粉丝吧，可以加粉丝群，微信粉丝群，到时可以联系我们家房管。的免费礼物刷出来，看牌子慢慢升级，好，慢慢升级就能加进我们的微信粉丝群里面了。
抱歉，老公可以送一包。我闻到，老公。你的手放在哪呢呀？怎么都不拿出来？给妈妈发条木呢？冷手手的。宝贝哦。宝宝，宝宝，手手拿出来，让我看到你的手手。Thank you.
在忙什么？你在辩解我忙什么？怎么会没有呢？你这样挤一挤抠一抠，肯定就有了吗？我见到哥哥给整一本，我们家很多哥哥都送了，可以看一下周榜。吃饱饱一切想切珍惜。
蟹13花落的许愿灯和2个金星吊梦。抱抱抱抱抱。加油，加加加油。
记得吃过一年，只有一点事，想个火两个白茶。老公，帮老婆分享一下直播间，并帮李明的婚礼讲出来。送一本魔法书，我们家有没有老板送本书书呢？只有一本书，矫情的老公可以冲一下，有矫情的老公可以冲一本。
床吗？你不给我的话，那想给哪个小声声？我不理想。你不听话的话，就用后面的高跟鞋踩死你了。乖乖的把背包里的胡粮交出来，看满满宝宝的粉丝牌。你不会还很期待吧？你要是很期待的话，那我就不那样做了。老公，想送的送一把，送毛发顺哥哥记得点我的订阅，么么哒，喵。
你家还没有哥哥再送一本的。难受吗？哪里难受？等订阅，订阅怎么停下来呢？不要，订阅不要停啊，宝贝啊！点了订阅的哥哥，真的把三个火药交出来吗？我的，怎么的？送的模范书，老板楼上有请。哥哥看一下后台私信，我们快下班了，七点下班了。记得回我一下，你没有点订阅哦。
家还有老公送一盆了吗？我们超很多哥哥都送我们来说了，有条件的老公可以整一本啊。嗯，但苏妈来说的话，记得要点订阅，不然找不到你。我就是要把你拿捏得死死的呀。哥哥看一下后台私信，我们家还有想送魔法书的送一本，还有想送魔法书的送一本，记得回我一下。有条件直接上。一本魔法书宠爱买卖啊。后台一三本魔法书，钞票钱也可以。我懂你，你还不给我卡个粉丝牌吗？我要比男人更懂男人，比普通女人也更懂男人。只不过我现在没办法展现。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，背包里的火药清空一下。我的技能都没办法展现呀。想送魔法书的老公直接送一个，有条件的老公直接上魔法书。我们家很多哥哥都送了。可爱的满满的，要给你关注一下我的。
开始哦。三个或两只可以拥有我的粉丝们了，哥哥。现在，我们。刚刚的魔法书，老板楼上有请，看了后来私信我斑点哥哥，这个回我一下，我们家还想送一本，性感，性感妈妈在线陪你。点订阅的老公，就点下我的订阅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慢一点的感觉吗？就是我快一点的感觉吗？
这种骚货你也敢娶回家？像你这种屌丝，估计我一个月赚的都比你一年赚的要多吧？你在这找什么存在感？是不是地下室是，就是打完飞机了之后受不了了，还是觉得人生不如意，然后非要拿起你的键盘在网上泄愤啊？啊！别天到晚的在这妈找存在感。本来他妈可以不当屌丝，非要把自己往狗和屌丝里面去弄，干什么呢？还有十分钟下班了啊！大家背包里面有虎粮的，大家把虎粮刷一下啊！要不是有互联网，还能用你们这种东西？他妈那些喷子在网上。对吧？一天到晚在网上重拳出击，到现实生活中你唯唯诺诺的。哎，我说大家不要对号入座，我说的是喷子。如果你是喷子，那你就对号入座无所谓，看到喷人的直接365。但是如果你不是喷子的话，我估计应该能明白。没有互联网还可以做很多行业。我没有做主播之前，我是淘宝店主，一个月也能赚一两万，对吧？这个世界上能赚钱的东西多了去了啊。没有互联网不当主播一样能赚钱，别一天到晚的妈的，就是我真的看有些那傻逼那屌丝真的妈生气。哎，哪个店？淘宝 C 店。淘宝 C 店。还有我想说，你家是没有电脑吗？互联网他妈在我多长时间的他妈都有了。我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都有的，对吧？你们在这找一些很没有意义的点，对吧？他妈十多年前他妈都有互联网，你们家是村里刚通上网还是你家刚有网呀？那说这没有意义，我不理解有些人一天到晚的。你家是网通的比较晚。我感觉我很早的时候都能上网了。哎，这非有些钢筋天天在网上刚刚刚。哎，还有十分钟下班了。
你不想看就不要看，对吧？我直播间这么多人，真不缺你一个，对不对？有些不懂，有些人直播间那每天贵宾七八百，我这是早上快下班了，我跟你们说几句聊聊天，对吧？咱们直播间还是有挺多喜欢我的，真的是有些人分逼不刷，你还逼逼赖赖天天在这敲键盘，我也不是很明白，你这觉也不睡，非要在这当网络巨人是吧？哎，我也没生气，我也不是说那个啥，我这是刚好心情有点好，看到有些人在弹幕逼逼赖赖，我想嘴他几句。我一点也不生气，我今天准备一会儿睡个觉，休息一下，刷个牙，早上去上海。去完上海了之后，去谈个投资的事情，看看能不能投成。有一个老板之前去年前年的时候说想让啊，不是前年，大前年2019年的时候想让我啊，不对，二零年，哎，二一年的时候想让我给他投点钱，但是没投成，然后刚好赶上疫情了。然后2022年的话，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口罩的原因，然后也没有做。然后刚好2023年了，现在都开放了。然后他刚好还是想找我谈一谈，他们想开一家新店，看我能不能投点钱当个股东什么的。所以今天我其实心情挺开心，我本来准备下了一会儿，7点下了，准备，对吧？准备开始，对吧？收拾，刷个牙。一会儿睡一觉，早上起来去上海。非有这么多，对吧？这，哎，逼逼赖赖小键盘侠在这逼逼赖赖。生气是没生气，我没生气，就是你们也知道播 S。